看一下今天发的食物啊，这种大的萝卜一样的这种红梗啊，这个我看有的人就把这个叶子就给它揪掉了啊。看它英文吧，Sun Valley 太阳谷，太阳山谷，Sun 是太阳，Valley 山谷，太阳山谷农场，Sun Valley Farms，Watson Valley 或者 Watson Vale，CA 是加州嘛，加州太阳山谷农场所出的。三百里所出的这个萝卜吧，这叫萝卜吧，再看一下它有没有这个 organically 有机的种植的 produce of USA 美国产品，没写什么，反正就红萝卜吧，对吧？我看有的拉丁美洲籍的人他就把这个叶子揪掉了，然后这个是啊有点掉粉啊，这个是面粉吗？这个是，这个以前也发过，但是一直没吃。Aunt Jemima 嘛，拉着它大号。制作大约40个煎饼面粉吧。这个哪天我那个回到住处，用英语字典一点点的把它翻译过来吧哈。这个面粉啊，这个是面粉啊，大体这意思吧。面粉啊，到时候哪天再统一翻译。面粉、红萝卜，然后呢，还有这个是 syrup，糖浆对不？原装糖浆，这个白点点是刚才那面粉撒在上面的。糖浆，糖浆好像以前也发过糖浆、面粉，还有这个是西红柿，西红柿今天我要吃啊，西红柿好几天没吃了。橙，这个是橙子吗？还凉凉的呢，有点凉手呢。橙子，sun treat，太阳治疗，太阳对待，treat 是治待，不是治待去了，治疗款待啊，治待去了。哎，还是有点着急啊，我有点想把一些事情赶紧处理完，所以说话都说得快了。然后这个呢，有点像葡萄，有点像大枣啊。看这是什么东东？这是什么东东？看一下。Tasteful，好吃的 selections 精选，好吃的精选 organic 有机的 USDA organic 美国农业部有机啊。这个 DA 就是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啊，农业部。Failed to Law fork fresh in every bite，这个地儿来插起来新鲜，在每一口都新鲜。我看一下它这背面啊，那写的什么东东？它这背面标签儿，purple passion 紫色热情，two bite 两咬土豆，两咬口的咬两口的土豆，net weight 净重680克，美国产品啊，土豆啊。CA 加州，We appreciate 叫我们喜欢，我们感激你的反馈。验证的有机，被这个加州什么有机组织验证有机。Store in a cool, dry, dark place until use，储存在一个凉爽的、干燥的，储存在一个凉爽的、干燥的、阴暗的环境一个地儿，直到使用，直到吃啊。For nutritional information，要获得营养信息呢，Food pairing ideas，食物搭配的想法。和 recipes 和菜谱的话，请登录这个什么什么网站啊，tasteful selection 啊，以好吃的选择的这个公司 nutrition 营养这个网页，distributed 分发被有好吃的选择，尔湾啊，尔湾知道，尔湾我知道，尔湾那边分发的啊，那么1/4 in media 就这意思吧，紫土豆啊，这个我今天要吃，这个皮儿还打吗？这种的。这种小土豆不用打皮儿了吧？是不是？把它煮熟之后，用手一撕，这个皮儿能撕掉，对不？它这个瓤估计是紫的，紫土豆啊，第一次领到这种紫土豆啊。我在国内吃过紫薯啊，但是没吃过紫土豆。所以呢，就是说发的面粉、糖浆、红萝卜、紫土豆，西红柿、橙子，还有什么？看看啊，蒜啊，还是咱们中国，是中国生产的蒜吧？Produce product of China，中国产品啊。工业成分发哈，三头啊，翡翠巷啊，跟以前一样，对，蒜，上次发的还没吃呢，还有一堆西红柿啊，这是鳄梨，有点绿呢，这个可能得放几天，ripe when soft 成熟了当软，软了就熟了，还有点硬啊，这个得放几天，木瓜一个一枚，木瓜，是木瓜吧？是木瓜，木瓜上面有标签吗？Organic。
papaya 啊，有机的 papaya， 有机木瓜 ，product 墨西哥产品啊，墨西哥生产的木瓜 ，USDA organic， 美国农业部有机产品，所以说，哎，现在发的好像也都是有机的产品了，有机木瓜，有机红萝卜，还有这个叫什么生菜团吧，最近菜吃的少啊，是吧？生菜团，小西红柿、鳄梨、木瓜。 鳄梨是两个，绿鳄梨，西红柿大约七八个吧，还有面粉，面粉应该我拿塑料袋给它包上，它有点掉粉啊，一拿碗一吹粉啊，还有红萝卜，好吧，紫土豆，白蒜，糖浆，橙子，不错不错，非常好，感谢啊，感谢感谢，再见，感谢感谢，再见，感谢啊，再见，拜拜。